我们大家都很清楚，公开教学有助于各位师长提升自己的专业，但是有时候呢，就是因为时空的限制，让我们无法到现场去观课，然后一起论课，这时候该怎么办呢？最近呢，我们发现了是 AI 智慧教研中心有一个很好的功能，就是有苏格拉底的影片。这个影片呢，能够让一堂好的课完整的保留下来，放在平台上面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它还有不同专家的观课哦。也就是说，专家们在观课的时候呢，会把自己看见的亮点，或者是一些的疑惑或是建议呢，注记在影片当中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不用受限于时空，可以在自己的地方任意的时间，在平台上面看一堂好的课，也会有助于我们的教学。谢谢 AI 智慧教研中心。